我还没准备好，完蛋了，又是这个画面。哎、欸，啊、我怎么画？安妮，啊、完了啦！我材质包还没读取好啊，而且还不能上一步哎、欸！天哪，我没有错，我没有重来的机会哎、欸！我没有重来的机会。我是重来比较快啊，而且没声音好，好好难过哦。有了，才讲完。难了吧？还有什么？不行啦，这怎么可能会赢啊？困难模式、欸。好啦，不画了啦。然后，这时候按退出。你可以玩缺氧，不行哎、欸，我缺氧打开只有三分钟吧，我缺氧游戏时速只有三分钟哎、欸。没换材质包，这些图啊看起来好恐怖哦！是什么啊？哇！反正等一下我就要去换材质包。哎呦！来，这个是大家正常眼中的恐龙，就只有我的恐龙不一样。我们不一样，好久，好丢脸。
好丢脸哦！拜托，给左边的不要给我，好羞耻哦！欸，如果这正常的话，我想看他原本长怎样，很可爱啊 ，V 什么的。这两个是在比烂的吗？我怎么可能活到最后？哎，你们不能乱灌票啊！如果有观众的话，不要乱灌票啊！这个是会登上那个的，哎，国外网站的，哎。好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继续。我要先退出了，太惨了啦！先重来。不然恐龙的话，我会再回去画一次喵哈。而且我每次画恐龙都没有得过名哎，上次画喵哈也没有得奖过。然后明天也会在这边开台啊，也是 FB。那。就请各位再来看看我嘿，飞不起来。它不会自动载，好烦哦。这什么？间谍？间谍？这个还会有活人吗？我感觉这题，照理说，我应该会跳 game 啊，这题好难哦。啊，怎么又没音乐了啊？欠嘴哦。而且我今天用的 OBS 是平时没在用的，因为想说我不想要 FB 跟 YT 还有 Twitch 那边轮流用，不然一起用，因为设定会跑掉，我很怕麻烦，所以今天用的是另外一个 OBS。我结果用完之后，我就哦，超方便的哎，它。很多都可以直接从 OBS 里面设定，不用再去网页设定，所以我觉得超方便哎。拜拜拜拜拜拜拜，冲哪？
我不知道画什么鬼，天哪、啊！算了啦，谁知道侦探在画什么？天啊！啊，我可以画柯南哦。啊，那间谍啊，白痴哦。什么侦探？啊？是哈基吗？对啊，大家画差不多啊。哈哈。我的 IG 账号真的有在用吗？没有在用啊。我还不习惯用呢。然后不说老人都用 FB， 年轻人用 IG， 那我就用 FB 啊。白痴哦、喔！阿北真是画成白目哎、欸。是喵哈吧 ？N O T， 喵哈啦，白痴哦、喔，我差点被呛到。哎、欸，我的图怎么不见了？我刚刚没看到、欸，哎，我刚刚的图有出现吗？你怎么换的账号？你画我就画的这么奇怪啊？是因为没有录影吗？我怎么会有你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句句，还是喵哈？这题是你自己出的、啊？是啊，哎、欸，不要给我困难模式哎、欸，我在跑哎、欸，哇，不妙，不妙。我要材质包，怎么没有自动载？我每次都没吧，我每次都不会自动帮我载，阿喵他就可以，气死！哎熊，熊，九六。怎么卡、啊？怎么卡、啊？没跳出来的话，要打这个。好，我直接复制了。我在吃东西吗？我在吃维他命 C。
不要什么。嗯，没有，它是你出的题目吧？哎、欸，我还真的很久没画忍者龟了、欸。我记得我以前是这样子画的，然后这样子。而且忍者龟是我幼稚园就会画的、欸，所以我现在是凭幼稚园印象在画它，然后这样子吧，再是这样子，看我画杰尼龟就好了，画忍者龟干嘛？然后以前最喜欢是蓝色，因为他拿双刀。然后，哇，太绿了，对吧？太亮了。这种花刀吗？嗯？我是选来选去都同一个颜色，是不是？这个嘞？哦，白痴！我其实都选到啦。如何？什么米其林啊，白痴哦！啊，那就不动了。哇，小时候，想幼稚园到现在都没画过忍者龟嘞。这太过分了吧？是逼我选他吗？太坏了哦！而且拿棍子的是紫色才对哦。哇，大家都会耶！太猛了吧！找到化解泥龟了，气死！这什么？你说画得不错啊。
哦，哎、欸，很强哎、欸，都会画哎、欸。画，直接两个，而且我的颜色很近哎、欸，好猛哦！等下阿喵他有上榜吗？哇，平跳哎、欸，我的天！哎、欸，所以喵哈，你是不是用那个啊，自动命那个啊，强制命名，把出题啊，喵哈，啊啊，不要装了啦，就是你啦。你没有用哦，因为我也忘记那个指令怎么打啦。你去改回你的啦，人模明明就人模人样，改成这个点。我猫模猫样，然后讲什么？哇塞！怎么那么棒？独角兽。